数学的重要内容，老师，这里有一些数，你们认识吗？认识。那现在老师想把它们分成三类，思考一下，你想怎么分？你来，拖一拖。你们同意吗？同意。老师有疑问，为什么要把这三个数分成一类？顾周瑜，你说。因为它们都是分数。是这样吗？是。为什么要把这三个数分成一类？你说。它们都是数字整数。数。同意吗？同意。那这三个数为什么又放一块呢？你说。今天我们就是要一起来认识小数。小数，你在生活中见过吗？见过。你能说一说你在哪儿见过吗？我考试考了94.5。啊，我们考试中分数有。你呢？我在菜场买菜买14。啊，你是个会观察的小朋友。你呢？我在称体重的时候，我是39.5。嗯，你也是一个细心观察的小朋友。啊，老师这里也有一些小数，认识吗？认识。那他们都懂做什么呢？第一个书签，这个位置，杨世文。一元。一元，同意吗？不同意。怎么读呢？你说。0.1元。请坐，杨世文，看清楚，0.1元。第二个知识，徐子俊。0.3元。第三个，李涛，1.2元。说完整。棒棒糖是1.2元。请坐，最后一个，你说。文具盒是7.5元。请坐。看来呀，我们小树读作什么的时候，都要用汉字来表示。那谁能够上来写一写，写一个你所见到的分数，在这儿。谁来？玉涛。就写这，写一个，这，你能读一读它吗？1.2元。老师呀，把它放这里。好，这些都是小数，玉豪也写了一个。那你们知道小数它各部分的名称是什么吗？不着急，现在呀，请你打开书本88页，看哪个小朋友能够从书中找到老师想要的答案。自己找一找。有人已经找到了。有的小朋友找到了，并且已经在记忆它了。好，李俊熙，你说你找到了吗？你说。它右边那个叫自然数，然后左边那个叫小数。不同。你们同意吗？不同意。那你找到了什么呢，张可欣？小数中的原点叫做小数点，小数点左边的部分是整数部分，右边的部分是小数部分。同意吗？同意。那老师的这个数你能告诉我它的整数部分是几吗？以这个为例的话，黄佳瑞，整数部分是7，小数部分是5，对不对？对。请坐。再来看玉豪写的这个小数，这个叫做小数点。他写的也大了，小一些。一般画一个小圆点，这个呀叫做小数点。
小数点。那小数点左边的一叫做是它的正数部分。小数点右边的二是它的小数部分。一般呀，我们写小数的时候也是先写整数部分，再写小数点，最后写小数部分。你会写了吗？会。那我们已经会写小数，也会读了，也知道了小数各部分的名称，是不是就真的认识小数了？不是。今天呀，我们还要继续走入小数的世界，去发现小数的奥秘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那你来看这里的数签，零点一元，零点一元也就是几角？一角。一角。那一角和一元比，谁大？一元。一角呀，只是一元的一部分。几个一角才是一元？你说。十个一角是一元。十个一角是一元。那如果老师用这样的一个正方形表示一元，思考一下，数签的零点一元，你能在这个正方形中找一找？你可以分一分，涂一涂画，思考一下，你能找到吗？把你的想法在这张纸上实现出来。可以，为了节省时间，你可以画阴影表示。好了，数
学的学习啊，有的时候思考很重要，但是有的时候听听也很重要。现在老师拍了三个小朋友的照片，我把笔停下来一起看一看好不好？好。第一位，这个是李浩。李浩你来到前面来，你能跟大家说一说你是怎么把零点一元表示出来的吗？把一个正方形，面长看字，把一个正方形，把一个正方形，举个正方形，把一个整体，把它分成了25个，其中的一个就是零。哦，他把这一个正方形平均分成了20部分，他除了其中一份，他就认为是0.1，这是他的想法。好，你稍等一下，好，再来看这个。你好，你来说一说你是怎么想的。把这个正方形当做一个整，你把这个正方形平均分成10份，就是它的0.1元。玉豪把它平均分成了几份？10份。表示了其中的1份，他认为就是0.1元。你们同意学习谁的？玉豪。为什么你们都同意玉豪而不同意李浩呢？张可欣你说，因为0.1元就是等于一角，而一元里面有10个一角，而不是25个一角。听清楚了吗？听清楚了。一元里面有10个一角，所以我们要把它平均分成10份。我建议把掌声送给张可欣。大家都同意玉豪的想法，你同意吗？同意。那你要不要改一下？那你怎么改？把这个正方形，他改正了，也是一个知错就改的好学生。那我们也把掌声送给他，好不好？还有一个小朋友，还有一个小朋友胡恩熙，他这么分成10份，你看可不可以？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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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只要分成十，把这个正方形平均分成10份。除其中的1份，那就可以表示10分乘0.1元，也就是一角。那老师看到了这个图形，想到了我们最近学的一个数，分数，分十分之一，多少？一起说，10分之1。所以这一份也可以用这里的10分之1元表示，都是同一份。我们就可以用一个符号把这三个连接起来，什么？小等于号。等于号，所以一起读一读。0.1元等于10分之1元等于1角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刚才的这个直尺是0.3元，还是这个正方形？你现在不动笔，能不能就直接告诉老师怎么表示？量啊！先把这个正方形平均分成10份，除其中的3份，就是0.3元。同意吗？同意。1份。2份。3份。那它就可以表示0.3元。0.3元，你也能够说一个像这样的算式吗？嗯。陈璐。0.3元等于10分之3元等于3角。Yes or no? Yes. 非常好，请坐。啊，还是这个正方形啊。你现在除了看到0.1和0.3，还看到其他的小数了吗？看到了。把你看到的和你的同桌说一说。世界上
试卷上一道题错了，老师给我减了0.5分。我说这个正方形还看到哪些小数？认真听好问题。张子琪，零点一到零点九，他都看到了，你们看到了吗？看到了。那比如说0.5，你猜一猜张子琪是怎么看的？你说说看，张子琪怎么看到的？老师后面都会有0.5。我说正方形里怎么表示0.5？0.5就是把它平均分成十份，除其中的五份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0.6看到了吗？看到了。0.8呢？看到了。那我们来梳理一下，如果把一个正方形看作是一个整体，表示成一元，不是一元，就一。我把它平均分成十份，除其中的一份就可以用分数10/1表示，还可以用小数0.1，所以10/1等于0.1。那如果除2份，你也能说一说一个算式吗？你说10/2等于0.2，对不对？对。走，3份呢？你说。10/3等于0.3。请坐，非常好。4份呢？你说。10/4等于0.4。请坐，很好。5份呢？张雨琪。10/5等于0.5，对不对？对。后面几个，6份，一起说。10/6等于0.6。10/8等于0.8。10/9等于0.9。观察这些算式，你发现了正思雨说说看。到10/9就停止了。嗯，你就观察到了。那你还观察到了什么？我还观察到了它后面的小数点是多少，它除了几份，就是除它的几份。也就是用分数的话，就是10/几，对不对？对。那谁能够把国文系的想法再明确的说一说？小数是什么？前面就怎么样？王心怡。小数是什么？前面的分子就是什么？发现了吗？发现了。那也就是说，我们这里的分数都是分母都是十，10/几的分数就等于0.9几。那谁能够把这个想法？你说吧，你把它一下说出来可以吗？0.几的，后面的那个小数部分呢，就等于。分数里的分子部分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的意思老师也明白了，其实啊你就是想说10/几就是0.0几，反过来0.0几就是10/几。一起再读一遍，10/几就是0.几，10/几。好，看来呀，我们今天学的这个小数和我们以前学的分数是有关系的。那现在这里10份当中除了几份？9份。是几个0.1？9个。9个0.1，如果我再吐一份，几个0.1？10个0.1。10个0.1是多少？1元。你说，同仁？是。一整个也就是什么？也就是一。所以10/0.1就是一，因为他把它都涂满了，表示了一。走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好了，那以前我们知道10个1是十，10个10是100，10个100是1000。我们把这样的关系叫做满10亿。其实呀，10个0.1是一，也是满10亿。
现在你对小树有没有更深刻的认识了？有。好，那老师要来考考你，你有信心吗？有。第一个，快速反应啊！下列哪副图可以表示林鸟有？第二。李俊熙。第二幅。理由。因为第二幅图是把一元平均分成了十份，除了其中两份。Yes。对不对？是。Yes。这两个也都涂了两份，为什么不是？崔伟星。因为第一张图，他把它平均分成了100份，涂了其中的两份。而第三幅图把它平均分成了4份，涂了其中的2份。请坐。也就是说一定要涂几份？10份。平均分成10份，涂其中的2份就是0.2元。看来呀，大家还真的学得不错。那我们再来一题，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快速反应啊，这一回看清题目要求，请你在括号里填出对应的小数。填小数。第一个，面包八角，快速点，陈思雨，你还在想呢？那读着，0.8元，对不对？对。第二个，这一袋，点雨花，0.9元，对不对？对。最后一个，我们把机会给李乐然，1.2元，1.2元，对不对？对。看来呀，还有一些生疏，没关系，1.2元。那刚才我们都是用一个正方形表示1元。那这个饼干的价格是1.2元，如果让你也用正方形表示，1.2怎么表示？思考一下，和你的同桌讨论讨论，1.2元。谁愿意来说一说1.2元怎么表示？徐子清。可以把一个正方形平均分成100份，再除其中的12份。这个想法很好，但是呢，好像是错误的。你这样的话是，不是1.2元？对。胡卓宇。我们把一元平均分成20份，先取其中的10份，然后再取其中的2份。不同意。可是就一个正方形，它就已经是一元，真的把它涂满也只有1元，1.2元，超过了1元怎么办呢？再画两个。你说。需要两个正方形。那我再给你一个。一个正方形涂满，再加另一个正方形的0.2。他涂满了，这个正方形要怎么办？把它平均分成10份，涂其中的2份。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涂平均分成10份，涂其中的2份，这个正方形表示的是0.2元，这个是1元，合起来就是1.2元。会不会用小数，用这个正方形表示1元以上的价格了？会吗？会。再来。刚才这个文具盒7.5元，7.5元用正方形表示，有了刚才的基础，应该是可以想出来。刘欣然，需要8个正方形，首先把7个涂满，再把8个分成10份，涂其中的5份，和18块涂其中的5份，就是7.5元。同意吗？同意。刘欣然，看一看你的想法是不是这样？第一个。1元，2元，3元，4元，5元，6元，7元。最后一个，刘欣然说的很清楚，谁再来说一遍？沈思雨，还没想好啊。下一个，陈露。最后一个正
正方形把它平均分成十份，除其中的五份。平均分成十份，除其中的五份。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它就表示0.5元，合起来就是7.5元。好了，现在你对小数的认识有没有更深刻的理解了？有。好了。刚才我们都是在一个正方形里认识了小数，如果老师把这个正方形压一压，变成一个长方形，你还能找到小数吗？能。再压一压。能。再压一压。能。压着压着就变成了一个直条，这样的一条，除了表示一元，老师想到了一个新的单位，一分米。我用它表示一分米，你们觉得行不行？可以、啊。那你能在这里找到小数吗？能。请你填上合适的数，数本第一，做一个。线段来表示，你觉得行不行？行。在这里你还能找到小数吗？有。如果要找到某一个具体的小数，应该先怎么办？分。人家和，听到了。先分成十份。同意吗？同意。我不同意。他就是说分成十份，你说。平均没有平均。一定要。平均。十份。那我平均分成十份，你能上来找一个小数吗？谁没上台过？盘盘，你来找一个。不要紧张。这里多少？零点三。零点三，好，请问，那刚才我们有一个棒棒糖是1.2。你能在这里找到1.2吗？不能。不能。不能找到。能。又能了。不能。那怎么办？如果要找到它，应该要先张子琪。还要一条线段。还要一条线段。你的意思就是要把这条线段给延长。延长。那我延长了。张子琪，你能找一找1.2在哪里吗？不能。
你的意思，已经延长了。先把这个平均分成十份。同意吗？同意。这个地方就是零点二。一点二，请回。那如果在没分之前，一点二可不可能在这个地方？不可能，因为它太长。你说太远了。太远了，那可不可能在二的后面？不可能，不可能。一点二一定是在一那个极靠近的地方，靠近一的那个地方。但是要准确的找到它，一定要先十分一份，平均分成十份。像这样一直延长一直延长，就成了我们的数轴。你能在数轴上找到小数吗？能。第四题，找一找。找到了小朋友，来，我们来开火车往后啊，十五秒，第一个，零点六 ，Yes or No？Yes， 快速快速啊，第二个，零点八 ，Yes， 第三个，曹翔，二点四 ，Yes，Yes，Yes， 最后一个 ，Yes，Yes， 二点九，有没有问题？没有。那再看，老师这里有一个小数，它是。三点几？你觉得它在哪？三。你说。在三的后面。在三的后面，我在这儿。我不行。还要再。往前。往前要再。你这些。越靠近三的地方。哦，靠近三的地方，有没有可能？有。再过来点。有，再过来点。有，但是不能超过四。也就是说，三年级的小数一定是在三和四之间。再来一个，五点几在四后面。四后面在李怀硕。四和六的之间。四和六之间。四和六之间。四和六。有人不同意，顾大爷你说。你们同意谁的？顾佳怡。那李怀硕，顾佳怡，你能不能告诉李怀硕他为什么会错？五点几说明？五点几说明是在，就是四的后面。五的后，那就是他说五的后面，五的后面，在五的后面，在六的前面。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走，那数轴上。找小数会不会啦？会。我们看一下数轴上底下，我们可以表示出整数，上面表示了小数，所以数轴上不仅有整数，还有我们今天学的小数。那玩了这么多啊，学了这么多，我们来轻松一下，玩个游戏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猜身高。这里有一个零到一米的尺，小明，他长这么高，你猜一猜他的身高是多少米吗？一、二、四。还有一个小朋友在吐掉了。张可欣，你猜一猜。差不多都是一点四米或者一点五米。对，一米四。我们二点四到一点五。1.4和1.5，你呢？1.4和1.5。都认为1.4、1.5。对。可是它就只有一把尺，你怎么知道是一点几的？你说。可以用自己的手或者眼睛来量一量。来量一量，那如果可以把这把尺再延长，我
再来一把。这个时候是几米？零点四。这个地方是几米？两米。那一米在这儿，这个是一点五。那能不能用具体的一个小数告诉我？不。那我们放大镜来看一看啊，请看。你现在能准确的告诉我它的身高是多少米吗？你说说看。1.45。同意吗？同意。那如果要准确的像曹唐这样说出来1.45，我们还应该划分一分。划分。平均分。平均分。平均。你说。还应该。把它平均分起来是。同意吗？同意。果然，就像曹翔说的，这个是1.45。那请你看一看，这个小数，小数点后面有几位？2位。那小数部分是2，和我们一开始学的小数部分只有1位。它有什么不一样？你觉得是哪个数表示的更准确了？你说。后面小数有2个，同意吗？同意。小数点后面的位数越多，我们就可以表示的越精确。好了，这个呢就是我们以后要研究的2位小数、3位小数等等等等。今天做研究，学到这里，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学习了什么？你说说看，你学到了什么？认识小数。你学到了。你认识了小数，我听到了。你呢？我也学到认识小数，而且是认识到了十分之几，就是零零几满十几的日。满十几，他都学到了。还有谁有不同的收获吗？还有没有更积极的？总是这些人举手。你说，老大。一个小数，它小数点左边的是整数部分，右边的是小数部分。你们学到了吗？学到了。学了这么多，有没有什么疑问呢？没有。老师有一个疑问，你看，小数，它真的很小吗？不小，不小。像羊毛。小吗？你说。它不小。不小，那你能不能举一个大一点的数？7.4。好像还不是很大。你来。150。哦，100多了。你呢？56.6。56.6，谁能够举得更大一些？既然不是很小嘛。陈露。200.9。哦，200多了。你呢？4万多了，大不大？大。看来小数不是很小。那可是它不是很小，为什么又要叫它小数？好，带着这样的思考，回去研究一下，好吗？好。